你们有在同乐吗？아니저보다한국말왠지더잘할것같은그런느낌이들어요感觉你们的韩文比我的还要好呢。오늘이타이베이명절같은날이라면서요听说今天是台北的假日，一个很大的节日，是吧？그래서어떻게보면휴일일수도있고뭔가가족들과시간을보낼수도있는데오늘이렇게공연을보러와주신분들너무고맙습니다所以呢，其实今天是个假日，你们应该要跟感觉上好像就是要跟家人一起度过的。但是很谢谢你们今天来看我的表演。像今天这么有意义的日子，我能在这里表演也是非常的荣幸啊。很刺眼，所以呢，其实看不太到索沃纳。对对对，但是呢，반짝반짝하는것같아요，好像有在闪亮闪亮的。자지금분위기이어서또다음곡을들려드리도록하겠습니다那就接续现在的气氛，带来下一首歌曲喽。Playlist 들려드릴게요